门拉上暂停营业，因为停电了就怕食材损失，连冰箱门都不敢开。不止面临停电，部分区域还得面临停水。古早味小吃店用餐时段座无虚席，店家有自己的水塔，还好没受停水影响。不然我还好，恁家己有水塔对吧？去买一整槽的水，集中碗盘一起洗，因为不知道停水到何时，只能省着点水资源。水一定会影响到啊。根据自来水公司公告，台电无预警停电，造成无法供水。台南停水范围从10点到下午1点半，包括东区、中西区、北区、南区、安平区及仁德区，其中以东区、南区影响明显，统计约50000户停水。我们有一个区块是由南水北送，那这块是需要靠那个。加压的来送水，那这个加压送水，因为台电的一个停电加压系统就没办法运作。水电双缺让台南人不知如何是好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屏东。我真的天气啊！发廊忙着替客人吹整头发，但就怕储备的水不够用，视情况打算提早打烊。是可以用到没水就休息啊。屏东停水范围涵盖全区域，影响共34000户，目前只剩下新园、芳寮还有部分停水，将陆续恢复供水。全台大停电让部分县市同步面临停水状况，造成民众和店家诸多不便。华视新闻台南屏东综合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